Hello， 我是 Yasmin， 我身高是 168cm， 我喜歡唱歌、跳舞、做運動和去旅行。如果叫我現在去，我會想去日本，因為可以吃東西。遠的話就想去土耳其，因為那裡很漂亮。難得去旅行，但又要交税。難得去旅行，但又要交税。